蜂王乳的这个乳液哈很好用。那像是50岁，或者是你是生完小孩的，你的荷尔蒙是会下降的。嗯，女孩子是要靠荷尔蒙才会漂亮的哦。所以为什么你要吃蜂王乳？你如果觉得自己不漂亮了，没有魅力了，怎么长得有点开始像男人了？通常都是你的身体的荷尔蒙下降。那不只是你身体荷尔蒙下降，你表皮、皮肤表皮也是需要很多的荷尔蒙，这个你皮肤表皮也都会下降。所以当你女生荷尔蒙很足够的时候，你会看到这个女生皮肤非常非常的细。然后眼睛会有水分，有没有？就好像那个水都快要溢出来这样子，然后讲话就会轻声细语的。所以当你的女性荷尔蒙下降，我们生完孩子这些都会下降，因为你身体会觉得你不再需要这些东西，你现在要开始哺乳了，你要养小孩了，你不需要去勾引任何男生了，所以你的女性荷尔蒙就会自然的下降，然后你就会变得比较没那么漂亮，你的皮肤也会比较粗糙。所以我们就研发了这个蜂王乳霜，这里面除了蜂王乳之外还有山药，这样子就是全部都是荷尔蒙这样植物性的成分，帮你补充在你的脸上。你女孩子尤其是年纪比较大的，如果45岁你用了这个之后，你会发现哎，怎么除了皮肤变好之外，好像整个人看起来就有一种特别漂亮的感觉。那个漂亮就是年轻，就是我们讲的女性荷尔蒙这样的东西，它不是植物荷尔蒙，你不要害怕，它是一种让你身体去制造荷尔蒙的前驱物，它是前驱物，所以它会让你身体里面去产生好的荷尔蒙，然后让你自己变漂亮。它是天然的植物，然后还有蜂王乳这样子的成分，让你的整个人能够散发出女性魅力。然后可如，你为什么喜欢用这一瓶？因为我个人也是，就是真的也是产后嘛，因为也是生两个小孩，对，其实真的是会掉到一个极致。可如她现在的长相跟我刚开始认识她简直就是判若两人。那我用了之后，我很喜欢它，是你看它的质地哦，你就会想说，哎，这一定非常的浓稠，因为里面是蜂王浆。对，我一听到蜂王浆，我就会觉得是满满的，可能养分很多，就是会很长痘痘，长痘痘。对，就是会养爆我的痘痘。但是这个，你看它一样超好推，然后它一样是水乳的哦。这罐保养品对我有没有效？我看我隔天的出油状况就知道。我跟你讲，一定女孩子一定要补蜂王乳，我真的很后悔，我没有在30岁我就开始吃蜂王乳。我如果从那时候开始吃蜂王乳，我现在就还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。但是我就太晚吃了，我是大概到差不多42、43才开始吃，太晚了，补到来不及。可是你现在就很美丽啊！我如果以前早吃的话，我现在就不用坐在这边直播，在开跑车拿名牌包包，我帮你擦2滴泪，在外面吃铁板烧的那种，我还在那边直播吗？